可以开始吗？大家每天打招呼都 Hello Kiki。大家好，我是 Kiki 许佳琪，非常感谢大家来看今天的公演。想去哪里呢？我之前想去的地方好像都去过了，比如说三里屯啊，然后天安门啊，都去过了。然后今天呢，还有昨天看到台下的大家，我发现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是你们的心里。愿意为我打开门吗？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。